舞蹈世家。对，爸爸是应该是台湾界的国标的，应该说教父啦。所以今天搭档的人就是爸爸，是爸爸，而且他已经快七十了，还不好感人。我人生七十才开始，生命当中最开心的事情，莫过于可以跟自己的爸爸一起表演，对，对对，开心吗？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好像跟我一起工作，他不太爽。没有，我还没怕你确诊染给我。而且爸爸也是刘真姐的这个启蒙老师，所以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跳舞。另外一位流行爵士天后叫丁丁老师。丁丁，对对对，他就是唱丁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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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赶快欢迎他们两位。还不熟啊！哎呦，原本站在一起就已经好感动了。哎呀，真的感动哎！我希望站在一起比我们有气质的吗？不要这样，人要穿古装嘛，跟女儿一起表演呢。非常的开心。嗯，跟女儿跳舞好像起舞弄清影，求自在人间。哦，这么幸福啊！这是因为妈妈是爸爸以前的舞伴，但是妈妈后来意外走掉，爸爸就没有在比赛啊、表演啊，就比较没有舞伴，没有固定的舞伴。所以我觉得只要有机会，我都会想跟爸爸一起共舞这样子。对，好感动哦。对呀，对，这人生就是这种感觉。有一个电影有没有？男主角是 Brad Pitt， 布莱德皮特最帅的时候，他演死神。哦，超帅的。对，死神爱上他女儿，然后他要来带走他爸爸，然后父女真的。浪漫，真的超浪漫的。他没有要跟你跳的，已经怎么很像僵尸？很远，好帅呀！他是马尔兹呢，有老面老鹰抓小鸡。神经病！浪漫的画面，好俏皮哦。宪哥，刚才是气质的华尔兹啊！帮爸爸，哇，还有气质，气质姐，好可爱哟，哇，好好看哦，哎，好好唱哦。啦啦滴，啦啦滴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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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兔子舞，就是这样子，不学无术。我们兔子舞是有升级的，小白兔爱小白兔爱跳舞，我想学跳舞。真的要笑死！你干嘛那么不服输啊？你不服兔子君哪有清楚？来一起看看表演。国标就不表情超到位，服装线现场揣摩示范。眼神刚刚一直就是瞪我们的观众，真是啊！你帮我们欠他钱是不是？